就是不动。没有一个动静。米拉，你们起床啦？他干啥没听见啊？他懒。开火嘞！米拉，来呀！这啥？过来哎呦好可爱哟、哦、他说我现在只想挠痒痒喂他吗对你看在喂他吃东西了过来再一次过来哎呦我生不好咋嘞咋嘞受不了吗受不了太远了再往下我就给你三百斤上来吗我们家都被吓真不容易。吃到这个小苹果。可爱，还能拿到糖果。终于拿到了哈。